也不知神仙姐姐怎么称呼呢？逍遥子为秋水媚书，洞中无日月，人间至乐也。洞中无日月，人间至乐也。 神仙姐姐，洞中的确无日月，但人间真的至乐也吗？叩首千遍，供我驱策。神仙姐姐，你要我可以牵个头啊。 自当供我驱策，终身无悔。此卷唯我逍遥派武功精要，每日卯午有三时，务须用心修习一次。神功继承，天下各派武功皆尽为汝用。学成下山，为无杀尽逍遥派弟子。又要学武，又要杀人，这不可以啊！神仙姐姐，这不可以啊！ 北冥神功，吸人内力，还有这种武功啊？凌波微步。 用来逃跑比较好，要是我学成了，就不会被人家抓住了。哎呀，钟灵姑娘，神仙姐姐，你让我招呼万三次练功，我听你的。可是，如果别人不打我，我就不去吸人家内力。那个凌波微步，我一定好好练的。别人打我，我就会溜之大吉。 这样就吸不到别人内力了。神仙姐姐，我还要去救钟灵姑娘呢，等事情办完了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。哇，这么恨姓段的，天底下那么多姓段的人，你哪杀得完呢？
子姓段。啊，晚生，晚生姓段。你说小女她怎么了？哦，灵儿，她遇上什么事了？宝宝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她一出去就闯祸。哎呀，好端端的进行儿让人给杀了。我丈夫他回来了，他比较多疑。哎，段公子，你先躲一躲。晚生正想拜见前辈。哎呀，过来。嘘，你躲在这儿，千万不要出声，听见没有？宝宝，宝宝，锦喜儿死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宝贝，哎呦，奶奶的，是那岳老三干的。我让进喜儿去接他，让他管岳老三叫三老爷。嘿，岳老三不干，非说自己是岳老二，一会儿就把进喜儿的脖子咔嚓给拧断了。哎，咱们安安静静在这谷中待了十年了，我足不出谷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非要请那四大恶人来闹个天翻地覆的？宝宝，我的老婆。我请四大恶人来，还不是怕你被那姓段的他？你还是忘不了那件事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想打死我，一了百了算了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宝宝宝宝，我不该，我说错了，我说错了，我说错了。谁？嗯，谁呀？啊，你是谁呀？躲在我家里干什么呀？啊啊，又是个小白脸啊！宝宝，你知道什么呀？这位公子是来报讯的。对对对，报讯的。你报什么信儿啊你？哎呀，这臭小子，油头粉面的，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是。哎，你，嘿，快说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我姓段，特来报讯的。姓段，姓段，又是个姓段的。你爹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段玉，大理人士。我的父亲是段正淳。啊，你父亲是段？段正淳，正是。啊，你是段正淳那个混账的儿子！不许你辱骂我父亲！我就骂段正淳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混账小子！我就骂段仇。我跟我父亲有仇，应该光明正大的去骂他。你背后骂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啊，我父亲就在大理城中，找他容易得很。为什么在自家门口那块牌子，说什么姓段者，入谷就杀无赦？是啊，我就我。我不是怕斗不过你爹，我是怕我的宝宝。我是个胆小鬼，我是个胆小鬼，我是个胆小鬼呀。段公子，令尊这些年身体可好？一切都顺心吗？啊，家父安好，诸事平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走吧，请公子带路，我和你去救灵儿。伯母要亲自去救？啊，那太好了。伯母治得了闪电雕的毒吗？不能治。那救不了佐子木，他们不会放人的。我不会救人，还不会杀人吗？走吧。嗯。哦，段公子。你爹，他有几个姬妾呀？一个都没有，就连我母亲也没有跟他住在一块儿。哦，那他是不是每天还勤练功？这么多年，武功是否大有长进？是啊，我父亲是每天都练功，但他功力怎么样，我就不懂了。他武功没搁下，那就好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一点武功也不会呢？这，宝宝，宝宝。
宝宝！万愁没有亏待过你，你怎么还想着那个段正春？你为什么不躲剑？你故意不躲剑是不是？段公子，我不去救灵儿了，他自己闯的祸，让他自己听天由命好了。对了，段公子，你告诉左子木，就说我丈夫是当年纵横江湖的马王神钟万愁，我叫甘宝宝，外号不太好听，叫俏雅叉。如果他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的话，我们夫妻俩绝对会手下无情的。是，晚上这就去传话。段公子，等等。哎呦！你把这东西交给你爹，请他出手救我女儿。可是要我爹出手，自然是救得了钟姑娘。只不过我要赶去大理，我怕来不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借你一匹好马。你往前走五里，那儿有座房子。你去跟那里的主人借马，就说我让你去的。记住，一定要把这东西交给你爹。